咱们今天呢测量的工件是一个针状的工件，比较特殊哈，就是前边细，后边的话粗一点，不太好固定，不太好夹持。咱们用胶带粘好，然后前面的话做了垫了一下。然后因为这个工件的话，它是一个针状的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个传感器是一个刃形的传感器，可以看一下。现在传感器和我们的这个工件已经固定好了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个设置，选的是800的量程，取样长度 0.5， 平定长度5。然后咱开始测量。0.053。